我唔知影你大概念主的祈祷文，念到即句，你的感觉是安那？物件伤济啊，搁咧甲主讲四万日息。我想我细汉的时有影啦，迄阵也无通食，啊，着爱靠美国人吼，寄面粉来，寄牛奶粉来，咱才有通食。啊，这应该非洲祈祷得好。啊，咱住台湾，物件坐到安尼，啊，到底对咱来讲，咱咧念即个讲，阮的日息今仔日伤四万是啥？啊，中文我甲用这四字尔吼，四万日息。啊，英文也是讲啊，希腊文是六字吼。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这六字内底有两字讲两摆，有两字讲一摆，你有注意无 ？Us 甲 our 这是同意思 ，today 甲 daily 是同意思，你真趣味。短短内底，所以表示强调的一个是每日，啊，一个是我。啊，所以唔是讲我有通食，就唔免做这个祈祷。那要有人无通食，这个祈祷的要需要去祈祷。咱替遐个无通食的人祈祷。这个愿唔是干那我，唔是干那台湾，全世界啊，要有人巴肚枵，咱都要继续替因祈祷。啊，搁是每日哦，每日的祈祷吼，一世人拢爱定定少念遐个为着枵无通食的人来祈祷。咱的食物是对上帝来，食是真重要。主代表上帝心思稳定，阮代表上帝照顾所有的人，每日代表咱每日拢爱信靠来仰望，食也是讲面包，就是咱靠这在活，啊那无就是枵死、哦。所以这是咱人要活的一个足重要一个正基本的物件。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迄、那个第一个试探就是讲把这的石头变做面包，敢毋是？魔鬼甲耶稣讲：“你甲这个石头变做面包。”当时耶稣讲：“圣经记着讲，人活的不是干那靠食物，是爱活靠上帝嘴所出的话。所以代表人活的不是干那腹的嘴有通食，腹肚有通食就会活。还佫有一个就是上帝的嘴所出的话。这张图我感觉真好，就是这个老人伫遮要食早餐的祈祷的时，一边啊分圣经。”所以有把耶稣那个意思表现出来，咱需要身躯的食物，咱也需要灵魂的食物，每日都需要这两个主给咱供应，咱才能活了健康，活了好势。所以咱每天有通吃的时，咱都会啥谢饭，感谢上帝，像是我物件有通吃，有足多人吼，他拄啊咱的会做叔叔讲吼，因那个小组吼，就甲囡仔教教讲，安那感谢上帝。咱看一个两岁查某囡仔，伊安怎感谢上帝？两岁，足细汉的查某囡仔，啊，伊就足简单。安尼也要甲感，都学要讲啊！我物件食是甲上帝感谢吼，甲、哦、上帝先说啊，这个食物，啊，咱知影面包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咱嘴咧食这个面包，叫做物质的面包，这是咱人身躯要活所需要的物件。诗篇七十八篇二十五节，上帝先说食物，予咱会当食饱。第二个就是咱的灵魂的面包，属灵的面包，就是上帝的话。咱每日强调，你都要灵修，你都要读圣经，安尼属灵的活命在当地就养起。亚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讲我用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食，安尼我心内得着欢喜。咱还佫有一个食物，耶稣基督为咱第十二节所献上的吼，我佮叫做救恩的面包。所以咱基督徒主要至少爱食三种面包吼，身躯的面包、心灵的面包，佮一个叫做救恩的面包。耶稣说我就是天顶降下来那个活命的饼，生命的牛，人若吃这个就会永远活的。这样我们今天主给我们把这个祈祷叫做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想数我们每日的食物有几个意思。第一个，上帝第一我们身躯的需要、这个很重要。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事情放在主的祈祷文安尼对上帝较失敬吼，上帝是管大代志的，啊，迄人个腹肚咧食啥物，上帝哪会较低，哪会放伫
主的基督文的咱人甲上帝讨的第一个哦。你知影咱以前是讲哦，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名声，愿你的旨意得成，拢是愿你。啊，愿的是第一个是这。啊，你会去创世纪，上帝做人的是第一个就甲人讲，我什么互恁吃。所以上帝真注意咱的身躯哦，你莫看见讲啊，敢灵魂将来去天堂都要紧啊吼。咱的身躯唔是无重要，上帝感觉真重要。伊讲我甲一切结荆棘的菜畦、树顶结有核的果子，拢赐予恁做食物。啊，地面上这走兽、飞鸟，我用草予恁做食物。所以上帝若为人准备食物，嘛为着所有的动物准备食物。食物上帝看作重要，所以伊一个开始创造万物的时，伊就将替阮准备咱所需要的食物。啊，既然是上帝替咱准备，咱就是领受上帝予咱的恩典。啊。不如台湾一个囡仔吼，信耶稣了啊，食饭了，感谢上帝，圣书有通食。啊，因老爸足气个讲，是恁爸，是恁爸趁钱，你感谢天爸吼。我讲你来，你天爸伫倒，是我去趁钱啊，买米煮饭互你食啊，你但你祈祷已经无甲我感谢吼。啊，我想想咧吼，应该是安尼祈祷啦吼，感谢天爸，互我恁爸安尼吼。啊安尼对无吼？感谢天父，让我恁爸有健康的身躯，让我恁爸有工作的机会，让我恁爸出去无拄到车祸。所以今仔日我才有物件通食。我的意思是讲，上帝赏赐咱食物，常常透过真济边仔的人赏赐咱。所以咱咧感谢上帝是咱咧会记哩，爱顺续感谢周围互咱有通食的人，比如讲做事人，对无？做事人伊辛苦，但残年安尼，咱今日才有通食。唔是讲哦，你上班都有通食，那无人要证实。你要吃什么？哦，啊，遐个美甲的人，哦，遐个啊，从你啊吃面包，遐面包店咧烘面包的人，这拢是上帝透过因的努力，今仔日咱在当领受这个食物。所以咱咧感谢天父上帝，并无代表其他人咱无感谢吼。咱感谢上帝，互咱有这么济人，咱今有通吃。吼，咱咧想咧，啊，咱都要也要甲人分享，像这只狗哦，足慷慨吼。伊拢无计较，伊个食物就是分哦，即个 baby 吼，即个八道腰嘛吼，啊老伯伯去你甲饲牛奶，所以怎呢？咱也要分享，所以我过去讲，当你咧祈祷讲，阮的利息今仔日互阮，即个阮是代表遐无通食的人的事，啊你家己食到有剩的事，你爱记得，上帝可能要透过你，哦遐无通食的人有通食，所以咱的祈祷应该包括咱家己伫内底。那你是无通食，当然你唔望上帝当透过什么人，互你有通食。那你是食伤济，唔望讲上帝感动我，互我会当去帮助遐无通食的人。所以上帝底下有一个，这个愿有一个，互咱互相三帮忙的意思伫内底。咱一世人吼，我要讲就是讲伊个 daily， 从 day 甲 daily 吼，咱每日拢爱挖靠上帝，因为上帝每日互你今仔日的需要吼。简单讲就是讲吼。你今日食饱，明仔载巴肚会过枵啦。哦，咱莫讲上两上帝啊！你学我吼，一届一个月吼，啊，食了全一个月免食安尼吼，啊，无想到一年啦，然后以后发生种食物啊吞落去，啊，一年拢袂枵吼，上帝无安尼，一日，享受互咱，啊，咱都爱继续伫上帝面前，咱就即款的供应甲稳定。我就想到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时吼，迄阵摩西甲因讲，恁逐工都爱出去捡玛纳。啊，一日扣一日分，唔好计扣。啊，每一日你去上帝给恁解玛纳吼。啊，你会记哩吼？伊这人伫埃及无食玛纳，入去迦南地嘛无食玛纳，干那伫旷野的时食玛纳。因出埃及，伫埃及因会当食迄个梅干扣肉吼，因为伊讲巴不得阮死伫埃及。腰花的手的，迄当时啊，阮坐伫肉哥的边啊吼，所以因有肉通食，伊埃及有，所以唔免食玛纳，有遐好食。因入去迦南地的时咧，啊，因有泥甲蜜通食，所以嘛唔免食玛纳。啊，干阿伫旷野，无肉通食，也无泥，也无蜜通食的时，伫旷野的时边啊，上帝就互因食鹌鹑甲玛纳，哦，鸟啊飞来，啊日时的时就土口有干阿。白白细粒物件，啊！这上帝伊无同款的环境，赏赐咱无同款的食物，会食物，互咱底下也会当得到饱。
你知影玛纳开始的时是八时八道腰啊破完的时，上帝赏赐玛纳，所以上帝是宽容人伫困苦的时，心内对上帝破完吼，大家人发怨言，上帝给伊玛纳啊，所以伊想想，嗯，安尼袂歹哦，我来熬熬念啊，就有通食吼，叫做鬼经，迄个门来干干叫的吼，啊人就会较沾油啦吼。啊！讲啊！伊就转第二念，第二念啊！念到已经上帝甲因带过旷野，带到要入去迦南地吼，要咧念啦。上帝讲啊，到底你要念偌久啦吼？到尾上帝讲好，恁爱念的，怎啊，互恁拢怎啊，但旷野就好啊吼。所以因的妄言发到尾，上帝讲所有发妄言的，拢死伫旷野。干那有两个无发妄言的，就是迦勒、甲约书亚会当入去迦南地吼。所以有当啊，咱伫拄着足困难的时，甲上帝卖完是不要紧啦。上帝永远总是莫说变。埋怨成性吼，像啊，我伫那个上帝高高念的时，啊，都有物件通食嘛吼，啊，都啊直直念落去吼，那是上帝吞论难，啊，上帝五万，咱会当长大，会当成熟。摩西甲因讲讲哦，日头还未出来，恁就爱出去捡哦吼，因为日头出来，玛纳就扬起啊，都无啊，哦，所以未使睡懒觉吼，未使困到日头晒尻川，啊，都无啊吼。每一个清早吼，按你的度量。按你需要去吸，因为日头一日出来，物件就消化。啊，这对咱来讲就是讲，咱逐天若要灵修吼，啊，叫做晨更啦吼。透早上班已经读圣经，比下班伫要困的读圣经的效果会较好，因为日头出来，迄、那个能量就会无去啊吼。迄、那个精神上好的时，啊，咱来领受上帝恩典。啊，摩西甲因讲哦，一日吸一日分，唔好囥到过工。唔知你会想讲哦，我今日较拍拼，加捡一寡吼，啊明仔载就会当困到日头白卡庄啦吼，困到较欢喜吼。无是讲袂使，一工一工，你今仔日就唔免烦恼明仔载吼，你今仔日家今仔日的捡有够就好啊吼。当时有人吼在计较呢吼，讲加捡啊结果呐，臭啊生虫。我过去讲，咱都爱每工来挖靠上帝，每工来上帝面前领受稳定吼。耶稣讲唔免为着明仔载挂虑。明仔载，伊家己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长又高，一天一天，变作每一日，我过去讲，咱一世人每一日，拢爱用信心到上帝面前，领受稳定。搁一个真趣味，有个人捡较济，有个人捡较少，结果摕转来厝里一个娘讲，搁差不多吼。我唔知影上帝安那甲伊 balance 啊吼，就是讲捡较济牛牛嘛，差不多你的量，啊捡较少牛牛嘛，差不多遐个量吼。啊，保罗怎啊利用这个吼？捡较济无剩，捡较少也无欠，怎啊变作一个原则？伊讲上帝有一个意思，就是恁得爱三分啦，啊，得较平均啦吼。啊，最近这个麦卡2010，我顶礼拜甲恁讲吼，因咧算就是全世界食物实在是有够，全世界人食，啊，无通食是因为真济人伤济，啊，所以真济人无够。所以话句是无平均的问题，唔是讲世界的生产无够吼，啊，所以这个平均的问题是咱来面对吼。有剩的人就补无够，将来呐，伊有剩的是伊会当补咱的无够，这叫做互相三照顾吼。安尼，这个有一个熟练的功课，咱通去学习。第一个就是上帝是赏赐所有的稳定吼，雅各书第一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专备的赏赐，拢是对顶头来的。就是建功之父遐降落来，予咱。伊要甲伊结婚会稳定，透过耶稣基督赏赐予咱。既然是安尼，咱就毋免挂虑。咱若有啥物忧虑，咱就交托予上帝。毋免忧虑，食、啉、穿，这是外邦人求，恁需要，天父知影。所以我过去讲，咱咧做这个祈祷，毋是上帝毋知。是咱甲上帝讲啊，我靠你供应吼、哦，你免祈祷，上帝嘛知影你腹肚会枵吼，恁着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遮个物件就要煞乎恁，要加乎恁，将一切忧虑来卸乎上帝，因为伊顾念你，这真趣味吼。咱的中文则叫忧虑，则叫顾念，啊，英文是共一字，毋知恁知影无吼 ？Casting all your cares on him, for he cares for you 吼、哦。咱中文教我就，咱就找无一字有法度安尼表明两个啦吼，就是讲，咱烦恼的代志，就是咱顾念的代志啦。
哦，咱等下咧讲要安那要安那吼，讲甲你的忧虑放乎上帝，因为伊顾念你，伊个 cares cares， 所以有一个福音诗歌的姊妹吼，叫做 Kelly Wheeler， 啊，这是足有名的一个福音诗歌，伊专爱伫1978年就写一条歌，一条歌足简单，啊，真正真爱用，就叫做 Cares Chorus。真简单，一条歌，总是咱也学会晓这条歌所讲的。咱足侪烦恼，就唔免家己当阿歹。咱每日有足侪欠缺，有足侪需要。咱感情咱相信咱的上帝第一，咱的上帝关心咱只个需要。过来，耶稣讲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什么会 bread。所以有人说，耶稣没说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cake。 Bread 是这样， Cake 是这样， Pray for bread not cake。 耶稣上帝关心的是 Care our need not our greed。 我句话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说的很简单，我们今天咱中文翻作日食，这样没法表达，他说把我们所需要的白面包啦、米包啦、哦、就是白白没掺葡萄没掺什么什么，就是、哦、就是我所需要所每日所需要这个你想输我，不是就很贵的啊，很好吃的那些东西，就是很简单的、哦、我们祈求米包不是鸡卵糕啦，上帝照顾我们的欠缺，不是照顾我们的贪婪。我过来说，咱在帮助人的时候，咱都要记得这点，我要帮助你是帮助伊要活落去一个上基本的需要，唔是伊要推广我要食薰，我就给伊薰；我要饮酒，我就给伊酒。这个唔是上帝安尼互相帮忙的。人要活落去，需要食，需要饮，需要穿，这足基本的物件，这是咱要互相三听的所在。这种唔免问伊讲，伊安那好人歹人，伊若真正要枵死，咱就是爱给伊食。
都是爱给你，唔是伊要讨啥，你就给伊啥。我过来讲，有一个人讲啊，我无通食，请你给我钱的事，你就爱给你。你唔是给伊钱，伊无通食，你爱给伊食。你给伊钱，伊无一定去买面包，安尼讲对无？伊钱摕咧，可能去买酒。啊，上帝圣经拢无甲你讲，你都爱给伊啉酒，无？伊需要的是面包啊。哦，钱较简单啦，咱钱给伊就无带，总是有可能。这个贴心就会让人滥用，你知影无？所以咱爱做细事，也先讲做清楚，讲我的日食，我的 daily bread， 你何管？学会晓知足，基本的上帝给咱，咱就会感谢。因为你若贪恋，就会用足侪艰苦，甲家己插头。既然咱领受上帝的恩典，咱就爱有这个感恩的心。先说咱除了前面要做些温书，咱就用感谢做这献给上帝。看人若有欠缺，你就要愿意甲伊分享。这是耶稣讲将来是毋是要去天堂的一个标准。我枵，你予我食；睡干，你予我啉；我做人客，你予我住；我赤身，你予我穿；我破病，你看顾我；我伫干，你来看我。这是耶稣讲的这个基本的。人要生存需要的东西，咱有地无？咱有欢喜分享无？唔好，干那家讲平平安安去吧，愿你幸福小脚吧。我想正好讲这句话，应该是牧师啦吼。我咧讲有一个意思是讲，当你的手有困难，帮忙伊这个基本要活落去的需要的时，你唔好用手嘴皮啊，该祝福。当然你该祝福，你该祈祷，这是。无唔对啦，总是唔好干那安尼，因为耶稣也是腹肚无通食，吼、哦，你爱真正，你若无就无啊嘛吼、哦，你若有，你就该帮忙。伫古约吼，嘛有一个人甲上帝讲，我需要食咩，你想数啊？啊，迄个人叫做雅古尔吼，阿古尔是箴言的一个啊高人吼、哦、，Oracle of 阿古尔吼。阿古尔咧，伊甲上帝安尼祈祷，予我唔好散吃，也唔好不足，予我需用的饮食、哦、我逐天需要食物，想数予我得，唔好予我伤济，也唔好我无够食。今日我若食伤饱啊呐，就翻脸不认人吼、哦。我讲上帝，你算啥？我无欠啥吼、哦，我就袂认你啦。讲要我是啥物人咧？恐今日我若散，我就淘汰，要个挡袂掉，就去做歹。所以我过去讲，咱若看一个人足枵的时，咱甲帮忙，嘛是防止迄个人为着要活落去，伊就去做歹代嘛吼。你甲解决伊即个食的问题嘛吼，安尼会亵渎上帝命。所以阿古尔吼，即、這个阿古尔呢，伊会记得讲，上帝你给我有够就好，给我每日的安尼袂骄傲，全唔认你，也嘛袂想伤善，所以地搞在亵渎你。啊，这是阿古尔的记得。总是保罗搁一个搁较好的一个经验吼。保罗讲，我有学一个秘诀，我唔是因为欠，所以讲这个话。我无论啥物境况，拢会晓知足。我已经学啦，我知影安怎出避震，也知影安怎出防线。八足腰果有春也是欠亏，随时随在我得到秘诀。我靠迄个给我的力量的，凡事拢会做。所以。阿古尔是甲上帝讲哦，我真软弱，所以你爱带领我的软弱，卖我伤济，我会骄傲；卖我伤少，我可能会做歹。这是阿古尔知影家己的软弱。保罗讲，上帝，我学一个功课，学一个秘诀，所以伤济我嘛袂骄傲，伤少我嘛袂做歹。吼，这保罗的自由就比阿古尔我有较大。上帝，你学我伤济，我知影安怎去分担。吼，啊，我也袂因为安尼就刚刚家己搞吼，因为这是上帝稳定。我若无搞的时，我嘛家己会起手。袂去做歹，所以我讲学到这个秘诀。伊个秘诀是啥物？就是讲，我靠迄个给我困难的，伊也要靠主，个也要抵足。就我所有的，无论多无论少，我感谢上帝。伊讲我学到这个秘诀。好，咱阿头来祈祷。因为上帝检查阮即马生活伫不有的情境，所以当阮咧念这个主的祈祷文的时，阮无感觉。阮真正着爱到你的面前，
来甲你恳求每日的食物，拢是主啊，帮助阮看清楚，毋是我，是阮。这个阮毋是干呐，我甲我的细囝、我的家庭，包括全世界嘅人。当阮也想到安尼时，阮感觉阮佫较爱迫切来甲你讲主啊，今仔日的食物先赐予阮。检菜，你爱阮这个已经较不为人，会当伸出贴心的手，对遐个无通食、枵饿的人来甲因帮助。特别上帝，要阮了解，毋是阮嘴食饱，阮人就会当健康，就会当快乐。阮的心灵嘛需要你的养饲，帮助阮每一日欢喜用淡薄时间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要想赐阮属灵的活命，也帮助阮用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替阮伫十字架所献上伊的身躯一款救恩的食物，让阮的灵命得到永存。主啊，也帮助阮，当阮每一日对你领受这款的稳定的时，阮会当充满感谢的心。也检在阮两者的时，至少阮会当亲像阿古尔安尼，甲你祈祷，求你让阮有够遐就好。甚至阮五万，阮会当像保罗安尼讲，主啊，无管是不足，无管是欠缺，求你帮助阮学会晓知足，也学会晓挖靠主来克赢这一切歹。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祝福。愿天父上帝听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神的感动相通，甲咱每一个三格地带，我咱每一日领受上帝丰盛的供应。对这条起，直到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阿们。